姐妹们开饭，今天我们来吃个丁丁懒人酸菜鱼。弄点汤，酸菜鱼的汤泡饭，绝绝子哦。姐妹们，我们这个酸菜鱼哈，它是双十一的活动，发三包，而且有的，一共倒出三包，一包鸡肉卷。酸菜鱼双十一活动多送一包鱼丸。用的鲜活鱼做的黑鱼片。没有骨头啊，都是鱼片。姐妹们可以加点自己喜欢的金针菇啊、豆腐啊，或者是娃娃菜、豆芽这些都可以。它里面配了一包，这个里面配了一包汤料汁，一包酸菜，一包鱼片，一共是三包。好香，好吃，袋子后面都有做法，简单方便，好吃美味。拜拜，吃饭，今天吃糯米笋炒腊肉。喜欢吃笋的姐妹可以去看看，这个里面是没有添加剂。糯米笋双十一活动，三包减三块，五包减五块。
然后加清水洗两遍就可以炒了。